你又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讲一件事，各位，我要教大家，今天就是一镜到底时间 ，LINE 的秘技，知道什么秘技吗？如果你的另一半有在偷吃，或者是隐藏跟人家通电话，今天从 LINE 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你要把他手机拿过来，我今天就要教你们怎么去抓包他们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突然觉得你脸绿绿的。哎、欸，好，过来，我是为了所有人的福利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要很简单啊，你先开启 LINE， 对不对？嗯。然后 LINE 开启以后，你要看到他用 LINE 打电话，打了给谁？好，可以从哪边看呢？你到这边有个主页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一下这边设定，设定下面啦、啊，噔噔噔噔，你有没有看到通话这里？嗯。选下去，选完以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显示通话或 LINE 的标签。你们看，现在是 Go Light Today， 代表就是说新闻网。你把它构成通话以后，完成了，你知道怎样吗？我们回来，你们看到这边变通话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重点哦，他这几天打了打给谁了，全部都会出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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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险，我都打给我妈比较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打电话给打给了谁。然后第二个是呢，一样到设定来，你要知道说，在 LINE 里面有个叫隐藏的聊天室，嗯，有些人呢为了要偷，所以呢会隐藏聊天室哦，怎么样让他现身呢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到聊天，这里对不对？隐藏聊天室，按下去，天哪，你破音了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看我多正直。如果有人有的话，这边就会出现哦， oh. 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或这个女朋友他隐藏跟谁聊天，这边就全部看得到。我跟你说一句实在话，什么？来来来，说一句实在话了。哎呦，我拍到我自己了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一定要订阅三 C 听歌生活这种频道。我的小技巧呢，绝对会让你们生活过得很开心，不是啦，很安全，无忧无虑。不是，大家还是不要做不好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哦、oh, ，OK， 好，绕回来。嗯，好，大家还是不要做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就记得订阅一下三 C 听歌生活日常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一次一镜到底见，拜拜。